就选黎都。丽都这两年业绩惨淡，都已经关了两三家店了吧？你最近有去过丽都吗？丽都的招商格局太杂了，没什么特色，每次去都找不到要买的东西，也买不到什么东西。三个月前，丽都从香港总部调来了一个管市场和招商的副总，他到任丽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调整了招商格局，引入了当下很火的国内外潮牌。啊，我曾经去过了。还以为走错了地方，没想到重阳之后居然那么多人。对，这应该只是丽都的序幕。向朝阳跟丽都合作，可以间接的与丽都的品牌产生自然关联。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，有哪个品牌能达到？徐总，你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还是想破镜重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？我自认为我自己没那么讨厌，那我只能解释为你想引起我的注意，对我还有想法。我只是纠正你在工作上的错误。你就不能在下属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吗？毕竟我们之前有过一段感情，这都不能让你差别对待一下吗？如果你还想 TT 继续走下去，未来能上市，你就必须更加专业一点。徐思，就你这情商，我祝你单身快乐。